家少爷天青才病死不到一个月，怎么这个时候搞起晚宴？我想向您提亲，希望她嫁进林府当媳妇，你认为如何呢？你要我们家小姐嫁给天白少爷？把我忘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在逗你。不，是天青。怎么了？你爹出事了。他脉搏很慢，脉象虚弱。你不是病死的吗？我是被人下毒害死的。爹，如果你爹在十天之内没有回到他的身体，他就会永远死去。不如这样，我帮你复仇，你帮我救我爹。好。短短十天，你怎么找到凶手？那天和你在一起的人，都有可能是凶手。没有人真的把我放在眼里。你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在怀疑我吗？其实我是天庭守卫。你该不会是为了那个女孩子才想要下去的吧？不是，在地府没有法力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地把你送回人间，我保证。